各位观众朋友，真欢喜你拨时间来收看这个节目。我昨日有在介绍韩秋泉医师是一个真杰出，伊甚至认为家己做一个知识分子，应该甲其他有受过好的教育的人，一台湾人拢应该有这个使命甲责任。来帮助咱台湾人共同努力，起造一个有尊严的台湾人社会甲生命，所以引起组织一个叫做台湾文化协会，在1921年啊就积极参加伫这个社会运动哦，唔但是干阿在演讲啊，因为办。聚会啊，有时阵得当用戏剧做戏啊，来得表明台湾人伫日本人统治的下面怎样无共款哦。昨日我有讲过，就是讲包括什么，包括学校是安怎，有分日本人的学校、台湾人的学校，这个是基础教育的分的。啊，然后伫中学。日本人会当较侪人，啊，台湾人一点点啊人，这拢是无公平哦。啊，台湾人未使读政治，会使读医学，这就是一直在划分啊，一直在限制台湾人的发展。韩秋泉医师因得甲一寡遮医界嘅人问，啊，遮嘅读册人得讲。社会工作者或者是生理人私心，甚至工人按组织的文化协会活动以外，我有讲韩秋泉医师的汉文的基础真好，因为伊的老爸是秀才，所以汉文基础好，伊写文章就会当论证。所以有人讲，韩秋泉医师是一个什么书生论证的高手哦，这嘛是一种娱乐，讲伊真正讲的代志条条有理哦。啊，咱在看韩秋泉医师真趣味哦，伊伫1926年哦，伊的老爸虽然是。清朝的秀才确实对家己的囡仔韩秋泉医师，唔是讲大行拢得听伊的话。韩秋泉医师伫1926年结婚，伊甲一个台南第二高女学校毕业的一个女子啊，真杰出的女子叫做曾秀鸾女士结婚。按两个结婚得真心鲜哦，咱传统上哦。囡仔结婚拢是大人在负责，啊！这韩秋泉医师得去甲因老爸讲哦，这个结婚哦，拢阮两个少年的家己来用。啊！伊个老爸因为伊是韩秋泉医师表现真优秀，所以得讲顺伊个意，所以伊得甲这个曾秀鸾女士两个人得家己写誓约文。啊！邀请亲人朋友啊，爷老爸到邀请，大家做伙来。啊，来甲一般的礼仪无同款，讲得惊，得坐轿咯，行路咯，得搁再安尼过河灯咯，拢无得做这个物件。因两个人少年的，啊手牵手哦，手牵手，啊去哩台顶，啊得照一个大厅，啊请亲人朋友大家做伙来办桌吼。啊办桌进前，伊得先举行一个结婚礼仪。啊两个人伫结婚礼仪的中间，家己念誓约文，啊念予在座所有的亲人朋友听，所以。就轰动全台南吼，大家讲吼，迄、哦、是真心潮流，有个人会挡袂掉，有个亲男朋友就一直问俺老爸是伫创啥，用阮即个囡仔少年来做即个代志，但是伊个老爸韩道华先生啊，伊感觉伊个囡仔安尼做，伊得家己去决定伊未来的路向哦。韩秋泉医师，伊就是在甲证人讲，我已经大汉，我知影要安怎料理处理家己生命的问题。啊，咱大家知文化协会是一个真有活动力，
1921年成立，得非常有活动力，因为有活动力，自然会加真济人入来。即加入来的人内底，有一挂人在想的唔是理想，各所在拢同款啊。特别台湾人的社会，就是有一挂人，伊唔是有开阔的心胸在想什么，想理想。讲咱得爱为着咱台湾的将来，咱的人民这种的生命的尊严来打拼。在想的拢敢想讲，哎，这个团体哪来哪有活动力，啊，教的民众哪来哪济，我哪会当入去底下，嘛会当得到一个名声地位啦，啊，是摕到权力，拢是有这种的人啊，塞入去底个团体内面，啊，一个团体哪有这种人入来，一个啊地分裂，啊，教都教，哦，迄、那个。议会请愿团无成功，倒转来台湾《新民报》一个发出来，文化协会活动力继续哪来哪管，结果就有人伫内底塞入去，所以因就做一个真重要决定，对文化协会提出来。啊，毋但对文化协会提出来，因就搁去，因就家己去组一个新的党，叫做台湾民众党。1927年，台湾民众党就成立。啊，这个民众党得真清楚，这是一个政治政党。哦，既然是政治政党，所有的政治活动，就是因上重要的目标。啊，这个政治就是要给台湾人，真做一个跟日本人会当平等受宽待的一个社会地位。这是这个民众党所得努力的。1929年，本来韩兆全医师离开台南病院了，有甲一个叫做黄金辉医师。这个黄金辉医师是外科，韩兆全医师是内科。因两个就拆开，韩兆全医师就家己起来出来创办病院。伊个病院叫做韩内科病院，诶，趣味。迄、那个时代，1929年的时代，也是讲1930年的年代，台湾人无即个讲啊，做内科、外科、小儿科、妇产科，即、這个分科的科别无。伊在想讲，你若做医生，就是达科拢会当看。韩兆全医师是拍出台湾人头一个内科病院的先锋哦，伊在讲要好。这个扛棒一个挂开，叫做韩内科病院，就是在甲台南人讲，我的专长是看内科，啊，那外科、眼科、耳鼻喉科，唔是我的专长。啊，台湾人无在想这个，像我在讲吴基福先生转去劳动嘛，是这个问题。伊是眼科医生，啊，大家什么牛痘、鼻塞的病症，拢走去找韩兆全医师嘛，是安尼。啊，毋过有疼心的医生，袂讲唔是伊的科，啊，来找伊在当拒绝无，伊嘛是搭接纳搭看特别的一项。韩兆全医师是真 nice 的一个医生。伊若知影这个病人是一个善吃艰苦的人，伊拢袂敢提任何费用，啊，甚至阁会塞钱伫个腰包内底，啊，甲这病人讲哦，你回去安心啊，食只药啊，啊，买一个较好嘅物件来食。所以有真侪病人摕着腰包，啊，发现内底有钱，目屎就会流出来。啊，真紧会传出去啊！所以宋乡人敢来看病，啊，有诶一个来，就甲韩医师讲真歹势，伊讲我无法度，哦，我无法度拿药啊钱，啊，你倒我看，啊，应该食啥物药啊？诶，有诶人主动会甲韩医师讲，韩医师伊在想诶，拢是在讲你诶身躯会当得到医治是较重要。1929年，伊家己出来开病院，毋过嘛是共迄年，伊个厝拄到一个真大个事件，啊，改变伊个一生哦。这事件就是伊个大汉囝，伊个大汉囝，
伊个大汉囝做韩良德，即个韩良德出世，大家真欢喜哦，非常欢喜。啊，毋过伊个大汉囝出世，大家欢喜个时阵，煞拄到一个问题，伊个大汉囝因为带喜乐煞来过往去。即个带喜乐过往冲击韩医师真大。伊讲我做一个医生，我哪会无法度医治我家己的囝儿？我做一个医生，大家公认是一个杰出优秀的医生。我家己的囡仔，我无法度甲伊医好伊好。啊，那安尼，我这个医生到底是啥物意义？过来，伊在想啥物？安尼到底上天对我的生命通过我的囡仔是在讲什么话？所以伊对伊的大汉囝韩良德过身了，伊就开始思考生命存在意义伫哪落。伊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因为思考这个问题，就会开始改变人生命的态度。啊，咱先讲到这，休困一下，再过来继续。我有在讲韩兆全医师，伊个大汉囝韩良德出世无偌久，啊过身去哦，所以伊打击真大，伊开始在思考生命的问题。我捌伫咱个节目个中间介绍过一个人，1891年伫台湾做医疗服务工作个宋仲坚牧师娘，叫伊丽莎白。伊丽莎白是苏格兰当时真杰出个一个医疗工作者，啊，伊来到台湾真年轻哦，来到台湾33岁，安尼就过身去，因为来到台湾。啊，台湾当时有真侪传染病，特别是咧马拉利啦，咱得讲这疟疾真厉害，爱煞过往去，才33岁。但是伊是一个杰出的医生哦，一个福建人啊，杰出的医生，奉献来到伫台湾啊，所以出众迄阵哦，差不多台南人拢走出来伫街路，因为早伊是一个真杰出的医生。韩兆全医师就是对这个台湾的医疗史，马雅各医生、白阿囝来到伫台湾，伊拢会去想这个代志。戴仁寿医师来到台湾，伊拢会去想这个人来到台湾奉献一生。伊拢是医疗工作者，奉献一生的生命伫台湾这个所在，到底这在表达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有这么多优秀的宣教师在台湾，啊，有的人生命奉献在这？所以他对这个思考了，就开始基督教的信仰一直入来。后来有一个也遇到这个问题，就是我有介绍过王秀禄博士。王秀禄博士伊嘛是拄到这个问题，伊个囡仔嘛是大囝突然间过往，就是韩兆全医师甲伊帮衬，因为韩兆全医师经验大深，啊伊来帮衬王秀禄医师，后来因拢对遐来信耶稣。咱在韩兆全医师对这个大囝过往哦，心拢记条条。后来又写一个真简单的四本册，用这个日文写，册名叫做《对死要到新生》。对死要到新生内底，伊就伫表达伊伫笑念这个大汉囝啊，对伊的死，伊讲。我的大囝的过往，予我对生命搁较清楚。啊，这个过往看开是过往，其实是透过因果吼。人若对生命的理解有清楚，就会进入伫因果的路径的内面。安尼，伊在讲，虽然我的大囝良德过身，确实。因带我进入去伫因我的路径的中间，安尼就会当看出韩兆全医师这个心灵的改变是非常清楚。
然后到底1935年，伊家己感觉那阵伫医疗这方面有淡薄疏忽，所以伫1935年，伊就规个家伙无惊娶咧，就去到伫日本熊本医学，伊去熊本医学大学，搁底下来进修，伊唔忙会当摕到安尼医学博士的学位。和家己进修搁较周至，啊，倒来台湾会当服务搁较济人。安尼又用5年的时间，1935年到1940年，伊得到医学博士的学位，啊，然后倒来到伫台湾的所在。伊倒倒来无偌久就爆发日本去打美国这个珍珠港事件。1945年的3月7日迄日，因为美军的轰炸机炸台南，炸甲真厉害，伊无拍算，伊的病院煞去哦，炸弹炸到伊的大汉查某囝韩淑英嘛死伫迄个中间哦。安尼，唐公病医炸无去，大汉查某囝过身，韩医师就安尼讲，伊真正是逐项拢失去一切。好佳哉，因为有基督教信仰，我有在讲，伊大囝过往了，良德过往了，伊追求着这个基督教信仰来补缺伊的心灵的欠缺。就是病医炸掉大汉查某囝18岁来过身，伊嘛真紧就修正好势，这个宗教心和伊的生命真紧地补缺起来。但是战后2年，1947年就发生二八的事件。二八事件那阵强强控制袂掉的时阵，台南市长当时有一个道格宣先生，伊就去拜托韩良泉医师，伊讲要予咱台南的安定，只有韩医师你出来才有法度，甲伊拜托，啊伊就出来。所以后来伫这个伊家己写的这60岁的会议内底，伊就讲一段话，伊讲这是一项我责无旁贷的一个工作，我袂使讲我无爱插。伊讲这是违背我的良知哦，我袂使看一个社会真混乱，啊，然后讲这甲我无关系，我有这个责任。我家己的生死，我家己的利益，毋是上重要。会当予咱的社会通稳定落来，这个较重要。所以，伊就接受市长的拜托，啊，出来甲当时遮有关系的中国领导者哦去讲哦。啊，然后有讲到几项基本原则嘛，嗯，台南市民来在讲的，就讲无要扩大事件，唔通有老会继续，无要否认现时的行政单位的官的机构，啊，然后就讲政治的代志应该用政治来解决，因为伊这种的理念甲合约。台南市第二八事件的损伤就降到真低，所以有真多历史学者的评论，就是在讲二八事件的中间，台南会当安尼受较少的灾害，其实就是韩兆庄医师的走种奔波。啊，有人当然会对伊有误会，讲就是伊做什么妥协，什么会。啊，这拢是有人会安尼讲，未免的。不过咱会当通知影哦，二八事件韩兆庄医师其实嘛，和有关的单位、军事单位，达掠去。啊，当然掠去的中间在讨论，啊，在谈话，啊，伫啊在审问的中间，才发现伊真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人。后来二八事件过了。第一届国大大会选举，伊嘛有出来参加，
竞选，唔过煞落选。即、这个落选，和韩兆全医师伊感觉啊，政治即个物件已经变质哦，所以伊真灰心，伊就转换来关心什么教育甲医疗。即、这个教育当时就发生一件代志，台南有一间叫做光华女中。光华女中原来是日本的佛教徒阿瑞起造开一间女子中学啊。国民党的政府本来讲迄是日产，阿要改修倒转，其实咧是佛教徒家己出钱办的一间学校。啊，国民党的政府认为迄是日本政府的遗产，要搭修出去，修倒转去充公。就是韩兆全医师伊出来啊，替这间光华女中讲话，后来才保存起来。光华女中无去予国民党政府收去，但是韩兆全医师就提钱出来帮咱光华女中开始重新招生，予校务会当得到顺序。所以就有人安尼讲，讲韩兆全医师是一个信耶稣的人，帮咱佛教的学校生存落去。1953年，韩兆全医师伫即个医师节的纪念日，伊就写一个什么叫做《医师十诫》哦，讲《医师十诫》就讲医师的十个智慧的语言，啊，又写十条。其实这十条，咱也认真解读，拢会当真做今仔日医界工作者，特别医学院的学生会当去学习的功课。1963年6月30日，伊因为脑充血煞来过身，等于天家享年只有66岁。伊真爱读册，特别伊对乌色一切真趣味哦！伊伫真爱乌色讲的一段话，这段话真有意思。伊讲乌色是安尼讲，讲老人甲恁讲，得爱牺牲个人的自由来求国家的自由。我甲恁讲，得爱争取个人的自由，才会当为着国家争取较济自由，争取个人的人格。就是在争取国家的人格，争取平等的国家，不是要真做一阵奴隶哦，做奴才，这是唔对，这是乌色所讲的话。用乌色的话来看，咱今仔日这嘛是台湾人应该爱去深思的一个民族素养的功课。韩兆全医师伊就感觉。这才是咱应该本分去想的事。真多谢你拨时间收看这节目，平安。